来，同学，这个配起来觉得爽的刷爽，不会刷爽的刷不会。因为我那边预算啦、啊，这个刚好一万以内是觉得还可以的。哎呀，白同学看钱做代志，袂讲哦，做假去人看几啊万的无啊。我够钻石的了，钻石英文叫做 diamond。嘿，安好啦，放槟榔甲薰啊。但还算较俗的，艰苦人啦，惊奇拜拜了了的啦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要做到这样啊。后来那个沙发一些家具进去，我们再后续分享给同学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你买家具还是对买？才艺家具。袂歹哦。哦，欸，我刚刚讲真哦，那一天首播这样播，我们进来，我第一次客户进来，我觉得你服务真的不错，袂让人有种干嘛呢？袂压迫啊，佮刚刚后袂输啊，那出两台，袂吵那么吵，你真的感觉让我们觉得不错。我们年轻人就是要这样子啊。我说我是年轻人哦。好好好，好。要来结账啊！谢谢收看。来啦，拆封。嘿，你就搞这阿姨小块，这会会安尼会动就好啊。如果我牛鬼差不多啦。好。哎，好。我你老姐看咧。好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原本计划的哦，就这样子哦，跟想象目前是一样。啊，另外迄个三米的，就是这样横过去。因为原底袂满几组哩吼。一看豆浆饼机的原地在家，但是我觉得刚进来这样的话，感觉会有压迫感，啊，所以目前决定是这样子。这我先甲刷边仔的，我有量过啦。嗯，好，啊你入门看啦。哦，好加载，好，好谢谢啦。也算呢。啊，伊讲这还阁锁起来哦。伊讲这还阁锁嘛，是怎藏的着啊？伊就无锁嘛，无锁应该是还好，因为我去。锁问题，你即摆遐几条安？无紧，迄落啊，你都互伊来遮，后壁互伊怎开，互人安尼不要紧啊。伊这先生嘛是爱迄个人，啊，你都互伊怎过来就好啊，系啊。系应该系安尼还好啦。有咧停落啊？停，怎么停落？你到坐久来是袂走后边。无紧，我再想办法就好啦。想办法。我知。哦，好好，我知，好。还个存换茶几嘛，个茶几来哦，哦，感觉还不错哦。臭豆子嘛，你看下这，安尼使，我怎么讲？开门出来是毋是拄啊好？伊还有先走开，我讲这等下你拖来注意，伊个下骹就惊踏入去路着，伊下骹有梯啊，无迄有梯啊，我拄好发现着。啊，我是讲说这边嘛，这边也在开，哇。啊，你刚刚好够量的啦，人家就进来，压迫感就不会很大。啊，这个茶还有茶几，这个迄个，伊这连啊小块迄个，我听伊地板咧挂着，先到边啊好。啊，它这个上面那一块是直接放上去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模拟那个门打开进来啊，安尼会使哦。白龙水算计租金正对，哦，臭头子嘛，哎呀，臭头子嘛，你等下较来坐看卖啊咧。哦，所以我刚才吼，金家具啊，金沙发，因为白龙水预算有限哦，然后就是钱用在，然后钱花在刀口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感觉那一分钱买到两分货，感觉很开心。啊，这块茶，对。这也算人造石嘛？无关照，啊刘大壮。哦，这块哦。我是关照，即马人造石就是啊。啊大壮闹的大。大壮。哦，这大刚那看那石啊，真牛呢。啊，就这石啊。啊，伊个石啊，两块石啊。安尼就好了嘛。啊，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大概就感谢你们的收看支持啊！啊，后续有再弄一些家具那些东西，或者也是拍成影片，让同学们做个参考哦。啊，祝同学。也是成家能顺利，